克维斯，这个引诱球，Gigi要选掉，获得了四坏球保送，也许这是龙队反攻的契机。没错，拿到右半边打穿的防线，这是一支安打。Gigi第一时间要先判断球穿出去哦，所以。 第一时间其实有往回跑，后来再往前，那只能停留在二垒上。对，这也是他打点很多的主因。拿到左半边有了，平飞球落地形成了安打。二垒上的跑者绕过三垒之后要回来，本垒得分。这是一支带有一分打点的二垒安打。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追平比分，然后球没有坏球，勉强碰进场内，二垒手拦到这往本垒传。 来不及，林孝哲的速度太快了！哇哦，音速小子，那现在丙总当然要做挑战，已经暂停了，哇，刚才这球 play 当然是非常接近了，不过刚才不是一个被迫进垒的情况，所以捕手要 tag 哦，对，维持原判，哇，那丙总这一边。 <笑>好可爱！跑者提前起跑，打出了左半边的平飞球落地，形成了安打。三垒上的跑者再回来得分，而且提前起跑的郭天信来到了三垒，陈品杰建功，帮助龙队追加了一分保险分，5-3领先统一狮。左半边的滚地球，林子豪扑了下来，传往一垒也来不及。 那三垒上的郭天信回来得分，龙队再添一分，6-3。球出棒咬得蛮结实的，中外野方向胜利的飞球，中外野手往后退，球打在全垒打墙上，这是一支长打。哇，龙队再添分数啊！蒋少红关键一击，让龙队再添一分。哇，开了，真的都开了，打开来了。 干脆直接故意四坏保送林志胜，对，投了一个坏球之后，直接故意四坏保送，把垒包填满。对，这球拉到左半边，落地形成了安打，球一路滚到了空档里面，有机会清垒啊！这支安打，吉利吉拉的二垒安打要送回垒包上，3名跑者，这是清垒的二垒安打，龙队10-3，7分领先狮队。嗯，这样就开鲁格了，真的打开了。 单局的8分攻势，一个辅助役就鲁格了。哇哦，这个半局吉利高也是关键人物，从他的保送开始的火力展示，然后再来是第二次的打击，他敲出了二垒安打3分打点，非常开心啊，也在二垒上鼓动自己的队友。 叶总整个感觉也放开来了，对，这赛前的无奈感就是一扫而空，确实。